开的是本校附设幼儿园。本校附设幼儿园成立于民国83年，今年已迈入第21年。目前有太阳、彩虹及白云三班，共有85位可爱的小天使，7位认真专业的老师，1位厨艺高超的厨房阿姨。我们的主任、老师及厨房阿姨均曾多次荣获新北市绩优幼教人员的肯定。在严静福校长的带领之下，提供幼儿优质的学习环境，宽敞明亮的室内空间，群树环绕的绿郁美景，活泼多元的教学设计，热闹有趣的主题活动，丰富孩子的学习生活，年年招生额满。现在即将经过司令台的是我们由郭秀君老师、郭志明老师、连淑芬老师以及沈于能老师所带领的可爱班。可爱班是由一群天真可爱的孩子以及一群默默奉献的